就我今天在过来的时候还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出门？下午的时候市区下了很大一场雨，就是在我出门的时候也还在，应该还在飘细雨吧？对啊，所以就犹豫了一下，还是过来了。张靖宇，那今天唱三首歌，第一首林宥嘉的歌曲，这首歌算是他比较冷门的歌吧，比较少人有听过的，叫做《心酸》。
心酸。这首歌曲林宥嘉的歌叫做《心酸》，算是比较冷门的歌，但是大概在我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还蛮喜欢唱这首歌曲的，就是对大学时的爱歌。下一首歌就发现大概出社会工作之后喜欢听的歌跟以前学生时期听的歌不太一样，现在会比较喜欢听一些可以疗愈自己的歌，就听起来会很舒服的歌，就是不会是像以前会喜欢听一些可能情爱之类的那种爱情，应该讲啊对爱情。下一首歌，陈绮贞的歌曲，蛮久以前的，叫做《江》。想到这里，怎么我会？
记载是自己的家，想到这里，我怎会又哭了呢？怎么我又哭了呢？哪里才是我的家？这首歌《想起自己的家》，其实我不是听原曲啊，我是听以前的一个朋友在表演的时候唱过。然后大概是因为最近刚来到台东工作，所以刚来到台东工作的这几个月，听到这首歌好像就会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对，所以来说最近就是很喜欢那种疗愈自己身心的歌曲，像刚刚唱的《心酸》，就是比较像是大学时期很爱很爱的歌。下一首歌